哇，哎，这家电影公司的美术组有问题哦。欢迎两位新加入的成员。我们在策划这一场骗局，就是在博彩公司拿这些奖金那么一点点的钱。首先，我们要复制一台能够控制开彩结果的机器。那地图就藏在这些博彩公司最隐秘的一个地方。最后，我们就潜入门外炉偷彩球。你们要骗博彩公司的钱 ？No， 犯法，只是法律上的定义。你们三个可以一起走出来吗？除了你，谁跟我有那么好的默契？但是需要钱也不一定要去做犯法的事啊。博彩公司啊，一年啊赚一百亿啊，一亿几千万算不了什么。What the hell？ 在 CEO 房间。我们来一个放长线。吊带，他背叛我，就把他炸掉。这次我们要骗的是全世界。最后一个开彩号码。Gentlemen, welcome to Operation What the Hell。说也是1985年 Miss Carlton Shopping Center 小姐。喊！